诸位同修，达拉斯黄振末去世的传真，我看到了。你问的四个问题，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几个问题。这些问题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说的很多，也说得很详细。如果没有时间读文钞，可以读印光法师《文钞加严录》，或者是《清华录》，你都能够得到圆满的答案。但是这是黄居士啊，问题是在现在的社会与家庭教育完全脱了节。你问第一个问题是家中父母啊应该如何教导儿女？中国古人所谓教子要在年少，可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麻烦事情。我上一次去参观伊斯兰的道场，我看到他们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教学比我们还要先进。他们道场里面4岁的小朋友就开始学电脑了。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。那么在美国，电脑非常普遍，家家都有。小朋友，小学生已经是利用电脑啊在做功课。可是网络上面内容啊非常复杂。做父母对于儿女啊在这一方面要特别关心，以免这个小小年纪心灵就被污染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在最近有一些同修来告诉我，儿女不听话，做老师的来告诉我，学生不听话，这大概是最近这2-3年我接触不少啊这些问题。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在电视上看的太多了，网络上接触太多了，他所知道的超过父母，父母说他一句他会说10句，学生呢所懂得这些知识超过老师，他懂得很多，看得很多，听得很多，他没有智慧判断是非利害。所以今天
做父母、做老师，跟从前教儿女、教学生呢，不能用同样的心态啊，那你是决定收不到效果的。现在只有把儿女当作朋友来看待，把学生也当作朋友来看待，坐下来平心静气好好的商量啊，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东西让他提出来，你再把是非善恶利害细细给他分析，他听到之后，他对你父母对老师才会佩服啊，才会听接受你的指导去做。如果你讲不出这些道理出来，他觉得他比你还高明啊，他怎么会看得起你啊？所以今天子女背叛了父母，学生背叛老师，在这个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得见。那佛家常讲背师叛道啊，啊弃师灭祖啊，这些罪业都是阿鼻地狱罪业啊。我们在果报这方面不必说，为什么呢？他不会相信啊，不相信何必去给他讲呢？你给他讲的他能够理解的啊，能够懂得的，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父母跟老师要以身作则啊，儿童天性模仿大人啊，在子女心目当中父母就是他的榜样啊，学生心目当中老师是他榜样，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他看。这个好样子就是你第二个问题所问的啊，儿女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对父母啊，你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啊，你要教孝，你必须自己孝顺父母啊，你要教敬，你必须自己要敬事师长啊，他看到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，你教他孝敬，你自己没有做到孝敬，他不会相信的啊。尤其现在这个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啊，在美国儿童的天堂啊，可以说一丝毫的约束都没有啊，美国管教儿女相当不容易啊，你要是骂他打他，他可以到警察局去告你啊，告你什么父母虐待儿童，你父母还要吃官司还要犯罪啊，有些时候他不告邻居会告，邻居看到你这个管教太严格，他不懂得，他打电话给警察局，那这一家的父母虐待儿童，麻烦大了啊，所以这个给中国的社会不相同啊，所以在美国一定要心平气和啊，要跟他讲理，要跟他开辩论会啊，必须让他心服口服啊，一切是为他好啊，这个社会有善良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啊，儿童没有能力辨别，
不但是儿童难辨别啊，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不能辨别。佛法真正是至善美满的教育啊，如何才能其如呢？啊，第一个要常读经，常听经。为什么古人就万里从师啊？我们看世尊的学生，终身不离开老师。啊，你们在经典上看到1255人，啊，这是给我们做榜样的。学习成功了也不离开老师，原因在哪里？给后学做榜样。凡夫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，三天不听经啊，习气毛病又犯了。每一次听经读经，把烦恼压一压。我们听经读经呢，功力不深啊，只能压几个小时啊。能够压到72个小时就不多啊，很少很少啊。所以要长时间的熏修。能够讲的要欢喜为别人讲解。因为你讲解一遍，就是自己又熏习了一遍。这个熏习就是古人所讲的随文作惯了。读诵的时候，听经的时候，把我们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。我们一定要承认的，佛是正知正见的。我们的知见跟佛所说的不一样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知见舍弃，学习佛的知见。这是在初学必要的手段。即使到你自己智慧开了，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会跟佛完全相同啊，所以是佛佛道同。没有见性，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决定不同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天天听经道理在此地啊。我们听得太少了，一天听2个钟点不够啊。啊，你看看古大德这佛经里面世尊教导我们的啊，人王经上讲啊，一天呢20讲经啊，世尊讲的20是古印度的时间单位，要用现在的时间单位呢是8小时啊。古印度的1时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，20是8小时，每一天听8小时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祖师大德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就跟学校天天上课啊。
这么长的时间，熏习才产生效果，把我们的烦恼扶住，逐渐逐渐呢，从扶住再把它化解了，这就产生效果了。单单扶住不能化解，那个功夫是有限的。谚语里面常讲，忍耐是有限度的呀。用定呢，压服自己的烦恼啊，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们注意想想，四禅把定，那个定功不错了。非想非非想天人的定功，能够支持八万大劫。那个八万大劫是有限度的，八万大劫到了，忍不住了，烦恼又起现行了，这就又坠落下去了。所以告诉你，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呢？忍，先忍耐，然后化解。什么化解？智慧。智慧把你的烦恼，把你错误的思想见解化解了，那就成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开智慧怎么行？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开智慧，唯有读诵、听法、念佛，这三者一样都不能够缺少。时间越长越好。那么你们在大喇寺能不能做到呢？能做到。虽然那边讲经的人缺乏，你们可以用录像带，将大荧幕电视开开，每一天也能够听八小时，只是去听，不必去研究，听懂就懂，不懂也不必去理会，一遍一遍的听。应当怎么听呢？每一天播放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我们通常讲经是两小时，你播一个录像带，一天播四次，就是同样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天听四次，你才能有一点印象。听一遍，马上再换一个袋子，你得不到东西。所以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除听经之外，念佛。如果诸位能做到这一点，大喇寺道场就是在每周的第一道场。听经念佛共修的人数不拘多少，一个人两个人也行啊，不一定说人数很多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人家愿意来欢迎，不愿意来也不必去找他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佛度有缘人，这个事情怎么能勉强呢？你自己修成功了，人家看到羡慕了，自然到这个道场来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记住，好好的利用这个道场，利用这些设备。我们道场的图书
可以说任何道场都比不上啊，资料太丰富了。如果住在这个道场不能成就，那是自己的懈怠懒散。啊，辜负了大好姻缘。啊，你第三个问题，少年呢，应以什么样的态度读书工作？如佛都教导我们，态度一定是用真诚恭敬，真诚恭敬不太容易养成，尤其现在社会一般的观念都是急功好利呀，现在是个功利的社会呀，是个斗争的社会呀，啊，功利和斗争带来的灾害，大家没有警觉到。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天灾人祸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急功好利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做大人，要给小孩做个好榜样，一定要给他做一个示范，知足常乐。啊，让他从小就懂得知足，懂得真正快乐。啊，与人相争落在哪里？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里头有真乐啊。读书是求智慧。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有一技之长，可以谋生，可以维持生活，足矣啊！然后以清净心观察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一切邪正善恶因果你都能见到，都能明了啊！啊，小朋友学佛，从读经开始。我过去在美国那么多年，劝导大家教小孩念《无量寿经》，把它背诵。啊，我说过，小朋友读《无量寿经》有四种好处。第一种，对于中国的语言不会忘记。啊，第二种呢，认识中国文字。啊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将来一上学接触的都是欧美的文化。啊，对于中文学习的机会那就越来越少了。啊，所以从小啊来打他的，帮他奠定根基。啊，那么第三种，他学习到中国的文言文，这第三个好处。第四个好处啊，他学了佛了。啊，所以教小朋友念《无量寿经》，一举四得，不能够忽视啊。天天督促他背诵，
一定要背得很熟很熟，他一生都不会忘记，他也一生受用无尽。到他长大之后，他感激他父母教诲的恩德。你爱护父儿女，要培养儿女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带小朋友读，跟你自己一起来读。一家人每一天找一个时间来读经。大人给小朋友一起来读。天天不间断。最好家庭里面向这个道场借录音带，回家去放也听，不要听多，一天听一段，听个15分钟20分钟，听一段。听完之后问问大家懂不懂，再讨论再讲解，这是真正教导儿女啊，真正爱护儿女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此地，谢谢诸位。